耶稣是为你们义务天下作声，咱这时求完教育关心，大家来祈祷感谢咱主子民上帝。主耶稣现在我照你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为着阮死的是家庭。阮兼你求你切圣神来圣洁阮，也圣洁遮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予阮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个身躯甲宝贵，对伫你恩典个帮衬，为通成做阮属灵个培养，也为成长伫你个恩典，通荣耀你个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个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个身躯，为着恁拍破个。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打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的恩典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会记得你的两者甲软弱，你需要上帝赦免。祈祷了后，下你就原来爱会记得。相信讲你会做，耶稣已经替你担了，所以你嘛爱会晓原谅你家己。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来请恕我。咱打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的恩典。请你领受的是感谢主耶稣，替你死，替你担罪，然后你家己就做一个日子讲，你担了后。希望你是上帝国度内面真多一个人头生的人，让自己重新来过。下摆伫即款的特别的圣餐的礼拜，我们来感谢耶稣对咱信仰的灵魂继续的引导。
做一个自由的生命，你有活到真平安。你的人生来到这几年，好真操烦袂惊，爱有耶稣，听耶稣的话，莫家己无外高，唔免担伤济。你尽力了，就无上命。我将遮个拢交你啦。我的身躯着你拍破的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虽然这是基督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而且着是牺牲拍破。
为这是为什么世界每一个民族甲国家，只要我们这个信仰吹过最高的所在，伊的文明全规个拢变。信耶稣，接受上帝的国度，伊的国家的文明全变。咱毋忘中华市民有一日，中华国民有一日。真正来接受这个信仰，暗时袂感觉不管恁家有老人、囡仔，不能就不会听他们讲话，讲到真难听。我想这个基督的信仰，真正净化人心，提升真侪社会不满的气质。因为你基督内面拢有新的生命，到尾这个圣餐。这个信用对你对我的利益是什么？要对咱讲，咱会当活了比以前更加好。唔免伫听候到你流水信任再来真不上的。你一股真软正乱着，你就会当来。上帝，这伊的囝耶稣基督要护你，要咱，要对你讲囝，我听。知影我每一个生命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伊是对上帝来，即拢是地上的财产。我阮不管好业是善，阮拢会当对国外的子女生一个平安甲喜乐的心。阮无必要想过头操烦，知影阮无法当担遐侪担，阮尽力就好啦。所以拢靠着上帝。阮还佫有真，还佫有一份财产在顶，就是有一日我们继承天顶。因为天堂是阮永远的租客，阮的灵魂在伫遐，甲阮的先人、甲阮遐的朋友，三甲伫遐相聚。我要感谢上帝，伫过去的年纪，阮的外头偌侪人伫阮的会中，性命伫惊吓，性命伫目屎，总是你的恩典，佮予阮活命，重新佮行落去。那我要珍惜这个日子。逐摆甲主相佮坐倒，阮就要看到上帝，伊真正疼阮到底。阮的会中嘛，也佫有人伫惊吓、不安、病痛的中间，因无法通甲阮相佮伫遮受圣餐。不过上帝啊，你的安慰、你的医治、你的快乐、你的同在嘛，甲恁相佮伫遐。
因甲阮，阮甲因同心同情，因阮拢上帝个囝，我安尼祈祷感谢，多谢耶稣的名。